的蓝里枝叶间，有一窝小生命正在成长，那是黄小鹿的巢。往年很少注意黄小鹿，近期因为新北市板桥区新月桥下的黄小鹿非常的夯啊，所以当中达老弟告诉我他在鳌鼓湿地发现了黄小鹿育雏，我就来了。仔细找了半天才发现它遮很大，难怪我在拍时有鸟友问我拍什么，我说黄小鹿，他看了看走了。过一阵子他的车子再度经过这里的时候，他摇下车窗跟我说慢慢等吧，显然他近距离也没有发现那个巢。这一巢有四只雏鸟，部分羽毛已经长出来了，由于巢位比较低不适合车拍，青鸟老盯着我动都不动一下，只有雏鸟偶尔动一动。这天气很热啊，在这儿拍还需要点耐性。拍摄中我发现雏鸟的脚，它的脚趾第一个关节几乎可以绕一圈了，非常特别，因此我用特写拍它的脚趾。每一只的长短粗细都不一样，这是为了抓牢这个细枝草茎而设计的啊。它可以抓住细枝在草丛间行走如履平地，抓鱼的时候身体弹出去悬在半空中也不会掉到水里面去，真是上帝的杰作啊。雏鸟不断地向青鸟乞食，青鸟最初不为所动，最后还是离开去觅食了。青鸟离开后，雏鸟开始是活跃的，也让我看到它们的翅膀是三折的，鸟的翅膀有的是两折，有的是三折。这小小一只的黄小鹿居然翅膀是三折的，
一定有它的道理，只是我不太清楚。雏鸟玩累了，就睡大觉。于是我拿着双筒的望远镜，在附近走走看看，仔细的搜查，终于在100步之外找到了另外一个巢。这里遮比较少一点，雏鸟也比较小，赶紧拿了我的 Sony AX700 及小脚架来拍。由于我的到来，青鸟一直在警戒着，拟态不动，但雏鸟却动来动去。青鸟被挤来挤去，却又不能动，甚是有趣。我知道要拍到好的画面，青鸟与雏鸟自然的互动，我们就不能在现场，否则要等很久才有可能。因此我架了录影机，又去乱逛，又给我发现了一巢。短短200公尺之内，就有3巢黄小鹿在育雏，真是精彩啊！由于我只有2只脚架，只能把第一巢的摄影机挪过来拍。刚开始发现第3巢时，我把右边白色的看成是上翘的尾巴，把雏鸟的头看成是青鸟的头。这是什么鸟啊？搞不好是大的发现呢。偷乐了一下，等我看到青鸟的头时，像泄了气的皮球，还是黄小鹿嘛。照样的，摄影机架好，我又离开了。青鸟看着我离开，头跟着我转。由于大炮还架在那里，而且这巢就在路边很近，我离开以后啊，它还是警戒了一阵子才放松，开始喘气。这一巢也是遮很大，因此没有拍很久。当我回来拿炮时，它蓬松的身体马上又缩了回来，呈警戒状态。第二巢我不在现场时，他放松了警戒，喘着气，护着雏鸟。这只是公鸟，当我回来检查录影机时，他又恢复了警戒。他胸前的羽毛垂下来，可真长，小家伙猛往底下钻呢，我用大炮拍了一下。我马上又离开了，这次离开的时间比较久，因此拍了比较多自然的画面。阳光直射，青鸟展开翅膀为雏鸟遮阴，充分展现了亲子之爱。母鸟回来了，谨慎小心的探头，没有马上喂食。雏鸟反倒是向公鸟起食。
番慰问之后，母鸟先离开。公鸟走了，让开了位置，母鸟才又走回来。但是很可惜，母鸟并没有灭食。我前后拍了两天，最大的遗憾是没有拍到喂食的画面。天气热，水喝光了，我也快受不了了。谢谢您的观赏，敬请订阅，下次再见，谢谢。